还有最近我看那个什么金沙，什么金沙？哦，沙丘，沙丘，那个啊，最近那个很红啊，你有看那个周楚吗？我周楚早就跳掉了，周楚早就跳掉了，周楚早就跳掉了，周楚不是啦，周楚出三害啊，周楚出三害，听到也能的，软金天啊，软金天啊。近日罗时丰上传了一则与侄子谢易虹互动的影片，其中谢易虹表示最近有推荐一些热门电影给罗时丰看，没想到罗时丰却频频失误，不仅将沙丘讲成金沙，还将周楚听成祖错，后来还把周楚除三害的主演讲成与阮经天撞脸的知名男星明道，令现场其他三人啼笑皆非，网友看到后纷纷表示根本就是代沟。哎，谢勇，你最近有看电影吗？最近看蛮多，又有推荐姑丈看。哦，他有推荐我看那个什么金沙。什么金沙？哦，沙丘，沙丘，沙丘。金沙是巧克力。对。那个啊，最近那个很红啊，你有看那个周楚吗？周楚早就跳掉了，周楚早就跳掉了，周楚早就跳掉了，周楚不是啦，周楚出三害啊，周楚出三害，听到也能的，软金天啊，软金天啊，然后看出停住了五秒。我们各位卡卡加入林，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VTuber 爆新闻，我要有点小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